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淑媛。镜子森林里面，我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市长，我叫蔡崇生，蔡市长。这个市长为什么意气风发呢？因为他会跑步，他可以出书，他是个学者，又会运动，而且他长得又帅。一个高明都搞不定，想让北湾银行事故案重见天日。想看最包罗万象、最有发挥、最深入人心、最关切人性、最关注社会、最优质的电视台，就是公共电视莫属了。那也请大家能够支持这么用心又辛苦的电视台，请拨打捐款专线02-2633-9922，02-2633-9922。